刚刚怎么一直卡？你巴肚卡大话来，这个人呢？对啊，刚刚有卡。哎呀，四百了啦！我也没办法。三百，三百好了，三百。啊！三百啊，好不好？快点，三百，三百了。这一只再送你好不好？这只再给你了，快点，三百过来。还够三百箱啊，三百好了，三百来个给你啦。还几块过来，几块过来了，三百，就三百块。过来要鲈鱼的无？这上好食的无人爱啊！这条普通用煎的糖醋红烧拢会使，无人爱。三百，三百，就卖了来买两百块来，两百了啦。200块就好了，来200块了，哦，收低就买你来200块，200块，后来200了，200，落去现在还够是要多买150块，拜托一下，有无？200块，来，够200来，一买两买来三买又来了，后去3只来，4只来了，还够200，剩下200块，还有谁要200就好了，200，还鲈鱼还有谁要来200块，还一买来，大细买照加，莫甲讲伊会较大买，你会较细买啦。赶快拿来，滚两把下来，200块，滚两把了，200块，这200好不好？100块了，哎，滚两把好不好？鲈鱼，200块也无啦，腰线哦啦，200块也无，你要做啥哟？做安怎？做安怎？这个一箱，那个一箱，那个三箱四箱，那个就像你讲，讲紧嘞，啊，没有。哎，200块，200块了。哎，有啊，先买个200，还够人还无200，这拢来了个200先来200块，更袂落啊，更袂落啊，200块，200无啊，200块。哎，最后剩这里没有的来200，还有谁要？哎，我进来。哎，够200先卖来。老板，他要买100啊。谁？好，等我一下来，我这个200先卖掉来，200，最后一个200。哎，我进来。哎，剩这里100块来。哎，够钱来。哎，这200块就200。哦，一袋二厘，两袋二厘，三袋二厘啊，还四袋二厘，200块五片给你，挪威的哦，一片、两片、三片、四片，还这五片来200块，还200挪威青一片，还200块来阿姨来，200块，够香不？还200，还二，还四，还五袋够来200块，够来不？捡挪威的青一片吗？挪威的有没有？200块，200。200啊，他现在来，就跟青鱼一样啊。来，一袋来，两袋来，三袋来，四袋来，跟日本的、跟台湾的都有差别。200，挪威的青鱼片，我去煎一煎烤一烤。哎，200有没有？200，都出来了来。这200块叫四个人来，再看这有四不？拜托一下来，200块一片、两片、三片。都进来了。哎，头前一个来三四来过来，过来200块。还够200箱卖，一片、两片、三片，还四片，还五片来200，一个40块尔，唔加费啊，200了，够了吧？挪威青一片200块，200拢有啊吼。还要吃什么？来叫好兄弟啊，过来来。还够200有无？挪威的青一片，200块，200拢有啊吼。还够什么吃下来？樱花卤有没有要吃的？有没有？哎。你两块海鲜卷我来，我先问看这海鲜卷有人要吃过来，有没有要吃海鲜卷的？海鲜卷都简单，你去外口板桥，你一定要吃过，餐厅一定有。这样一克啊，一盒里面有10条。对呐，我无，我等下去吃。210，我等下去吃牛皮一个大米就好啊，免冰冻。不吃冰冻，要吃的时候直接炸就好了，不用退冰，不免退冰。一盒能算200好啊，能捞400。200块就好了。这做绝对袂啊！哦，好好用啊，即摆哦，啊你八百是嘛？我唔知恁遮有啊，大家斗称话，伊这哦，
外面一条炸起来就要35块，甚至有些啊都卖到40块的，很大锅，还两盒200，还有没有人要海鲜卷？两盒200块，海鲜卷的这两盒够两百。你是咧搬倒出来，18小时，一个化气儿，一个化热天。无啊，啊不买一盒100块啦，100有没有？100啦，还够100。我帮你，我帮你弄一撮出来，热天。还够100先买啦，100块。还是三多年去热天吗？企鹅，刚刚你是把30年前跑到海底去的企鹅吗？哦，100块，哎，剩最后没有了，剩最后这里没有没了，100块的还有谁要？100块的价格你都结了。来，一百六。来，100块就来，还够一百箱，还100块？有没有？100块，一百块有无？有无？无啊！哎呦，30年前真正要跑到海底啊！一样，好，那给他买500哦。好。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就是包好不好？这不买好，这不能买啊！不能买了，你进来这个白的。对了，这萝卜糕今天包下来了，200块了。200块萝卜糕里面哦，有油葱酥，有肉末。早餐店两块哦，炸一炸，煎一煎就要45块哦。不能买了，200块，还包哦，150就好了啦，快点要收了，150就好了，够了啦，还够五。你吃买便当啊，啊，鸡块蛮 OK 啊。我吃啊，大米汤啊，炒的啊。还有谁要来150就好了。哦，我不用煎的，用炸的都可以，气炸锅也可以。还够150先买八个，哎呀，好不好？八个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你吃过一只酱牛肉的，这一只的真正八个了，150有没有？八个，都唔免200，100尔，哎呀，好不好？150尔，100，够不好？最好吃了呀，别个就先来这个屋里啊。好，买个哎，这两只送你了，这只再给你了，这里1000块了。还够1500人买吧，套丢啊！不然我就套丢了，1000块了，几千块呀，1000块买不起啊。啊，你啊，我也老客啊，有人要来扫货无啦？货不真多啦，啊，你啊，我一包100块有无？100块买啊，还够啊，够啊。逍遥游不是买吃不好，你让他给你载两车，带了两车的货上。200块不用了，200块哦，700了，没有要吃白带鱼的。你无多看的白带鱼，700块啊，免算地啊，700啦，赶紧的青菜啊，等于真正的料啊，正爱素颜哦嘛，700块，还够100先卖，700白带鱼，700块。两车平平，还够一百箱吧，100块。还有谁要来？700块的呢？买那么多干嘛？